漫步》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，主持啤李林康正，同你分析时事，狂追猛打。喂，话时话，其实我真心觉得男女咧爱，即系我真心觉得我咁讲，爱情真系冇年龄界限嘅，即系大家未，大家即系当然我哋会笑，譬如李隆基咁样啦，但系你自己问心爱，无论系男女，我哋都可唔能够排除，有啲人系为钱啊，为各样嘢嘅，但系你话爱情有冇年龄界限，梗系冇啦，你爱起上嚟就系爱噶啦，系嘛？咁但系你话如果你话讲我能够接受到，如果可能我中意嗰六十岁嘅女人。我會覺得世俗會笑我，於是所以諗你五十歲同我十，唔係啊，或者而家我中意嗰個八十歲嘅女人，我覺得世俗會笑我。咁但係如果問題就係你又計數咯喎，我夠唔夠愛先？你會唔會同我一齊先定點樣？你計數啫嘛。咁你話如果我哋一般嚟講咧，後生女咧咩三十八年，其實我就唔得嘅，即係唔好計特別有愛啊講年齡。我覺得男人大概女人十零廿年我都仲接受到，十零年係 OK 嘅，甚至乎廿年啦 OK 嘅。你一到廿年以上啊，即係因為點解個生理上咧？即係你可能會早逝啦，爭太遠啦。你睇拍拖定玩玩就冇所謂啦，玩就三十年都得，咁就五十年都得添。但係我講話，即係如果你話喺埋一齊咧，拍拖啊玩咩咧，其實十零廿，即係我可以去到十零廿年嘅，我都覺得，即係十零年啦，十七八年我都得嘅。但係你話再大啲，喂，講真啦，都自卑啦。而家有條女當佢屌你二十歲，玩喎玩喎，擺明屌你老母，我叫你講真，我 love 你啊，點樣？喂，我都熬底啊！點解？點解啊？喂，嗱得嗱，喂，唔好咁多啦，阿 Cindy， 你今晚嗱去總統，屌你啦，咪去呢個唔知乜嘢白欖，屌你七零八等定我，你要我去行街同佢，我費撚事俾人哋喺街見到，哇，啤哥，依你個女啊，你個妹啊，孫女啊，你個孫啊，咪老撚肚咯！我前排真係喺商場見到八幾瘦蜢蜢，即係嗰啲阿伯。你顛土光噶啦！哇，拖住嗰條女廿零歲，廿頭，咁你個可能係個孫靚嘅。哦，唔係啦，咁就應該係似大陸妹，不似係玩，即係玩噶啦，就唔係話自己啦。人哋唔知幾威，我就唔肯出嚟。我覺得係啊 ，OK， 好啦，嗱，今日咧有一個全球十大最臭食物曝光。嗱，我唔出相啊，最臭嘅臭就唔代表唔好食喎。其實，咁啊，螺蛳粉。嗱，你問我佢係臭豆腐，我覺得而家臭豆腐唔撚好食，因為唔夠臭添。啊，因為而家成日俾人投訴啊。係咯。比較出名咧，就金魚街嗰檔啦，隔離啊寫住曬啲嘢，又話即係隔離魚檔啊。係啊。臭豆腐，我而家啲人多撚魚，即係屌你老母閪！呢個世界真係唔夠包容。哇！我頂唔撚順，屌你老母撚行過去咯，行兜遠路咯，你行過去，我喺上面住嗱，咁就麻煩。咁啊慘啦，上面住，咁就麻煩。真係慘咯。係啊，嚇，好啦，嗱，第十位咧，全球最臭啊！投票嘅佢哋就係、是、臭豆腐，我一啲都唔覺得臭啦，我連佢唔夠臭添嚟噶。第九位咧就是、日本嘅葉蘿蔔鹹菜，我就冇問過啦。好臭咩葉蘿蔔？係啦。第八位咧就是、一隻唔知乜嘢魚。未烤之前，呢一隻魚亦都係第五位嘅。烤完之後，佢都係咁臭嘅。第七位係納豆，第六位係腐壽司。納豆係臭嘅，都唔算好臭啊，難食咯。第四位咧就係、美國阿拉斯加嘅呢個出名臭，但我冇聞過啊。煙海雀啊，咁第三位咧係新西蘭嘅 Epicure cheese Epicure 嘅芝士。第二位咧就係、是、南韓，哇！我真係唔知道，冇聞過喎。南韓嘅紅魚潰，即係發酵嘅鹽魚啊，都唔知乜嘢嚟。第一位咧，咁啊好多人都知啦，就係鹽醃呢個飛魚，就瑞典嘅、榴蓮唔入流。點解咧？因為榴蓮係天然水果，冇發過酵。OK，、我就唔明白點解冇發過酵就唔入圍咯。咁你其實老實講，呢啲好主觀嘅。有啲人我認為鹹魚好臭，有啲人認為燒鵝都臭啊，臘腸都臭啊，嚇！有人認為啦，冬菇都臭噶，冬菇臭啊！有啲人腐乳又話臭，係嘛？腐乳唔出奇，啲人都啊，我覺得唔知幾撚香。我中意咯。我順便嗲個腐乳成點添啦？我覺得豆腐真係好撚神奇，差唔多佢冇乜副產品，我唔中意食嘅，即係豆啊。嗯。有冇豆腐啊、豆漿啊，各種唔同嘅豆腐、豆腐花啊，
咁我差唔多樣樣我都中意食嘅佢啲嘢。嗱，跟住我喺睇呢段新聞嘅時候咧，反而我就激發咗我啦。我見到咧，其實幾篇咧都係小紅書啦、微博啦入邊大陸人介紹嘅香港十大經典美食。咁我咧就睇住我由2019、2020、2021，因為我專登 search 翻，睇住佢個變化。咁咧我就覺得咧，你中香港嗰啲中高級食肆真係可以有餘收撚得皮啊！咁當然啦，一樣會有人落嚟香港真係啊食啊，真係高格高價嘅餐飲啦。但係都係嗰句咯，即係等於你成日去啊，日日食鮑魚，會唔會咧？你唔會噶嘛。但係有呢啲咁嘅平民食品，反而你日日會食喎，唔係價錢問題啊！啊，你牛腩粉你日食都得噶，啊，你唔會厭噶喎，啊。好啦，佢介紹乜嘢咧？我綜合咗，屌你咪全部。雖然我啦，我就唔排除佢哋都係有心，唯有一啲，因為每一個產品下邊都會介紹一啲鋪頭喎。哦，廣告嚟嘅。嚇，係廣告啊！但係有啲係冇介紹鋪頭嘅，佢哋都係咁樣，因為我相信，即係如果你。即係你即係網絡世界吸引 pace 咧，或者落過嚟香港嘅，我當然呢啲係全部都係香港嘅 signature 嚟，我認為。咁但係你就如果個揸住呢啲咁樣嘢嚟食，你真係大膽望香港，冇運行。第十位點心，咁肯定唔會係第十位啦。點心一定係排前啲，我認為。落嚟香港梗係要飲茶啦。你話而家飲茶有邊度好飲好食咧？你一時之間我都答唔出你乜嘢。你講啲唔啲客咪去倫敦咯？倫敦好飲咩？仲係可以推車仔啊嘛，即係有嗰種 feel， 係啦，啊，好啦，第九位腸粉，嗱呢個腸粉就唔係講蝦腸，即係平時嗰啲落，就係平時嗰啲落醬啦、麻醬咯。其實甜腸粉咧合一咯，都真係有合一個 OK， 都真係有好食同唔好食嘅喎。你唔好以為即係交貨，佢啲醬點樣開都可以分辨喎。有啲甜得滯又唔好食嘅喎，好撚奇妙啊！豉油啊嗰啲都係嘅。第三咧。就係炸雞髀、滷水雞髀，咁當然啦，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啦。其實三多咧、大埔咧就係啲老友記嚟嘅，啊，咁佢而家就轉型緊啦。其實我都想搞嘅，即係揾一集咧，可以食呢啲嘢咧。我哋試下咁樣啦。不過而家啲台唔多，我問下佢啦。我哋揾一日直情咧，大埔火車站度等，行幾多人？總之自己去到自己坐低，自己俾錢自己食，因為佢真係好食嘅，真係三炸雞髀。又正啦，三炸雞髀。好啦。炸雞髀算唔算十大大？我中意咯。OK， 西多士係啊，西多士應該都可以嘅。啊，嗱，煎釀三寶同嗱，佢就分開第六位煎釀三寶，第五位胡碗仔翅，我就將佢加埋一樣嘅事，即係街頭食品。嗯，因為佢竟然冇一樣嘢，我生菜魚肉，我覺得唔得嘅，唔係生菜魚肉。咁煎釀三寶、碗仔翅，我當賣生菜魚肉啊。就係燒鵝啊！佢呢度十大竟然冇燒鵝。哦，香港燒鵝諗到翁喎，你冇可能唔擺燒鵝落去嘅。嗯，係嘛？因為香港咧，就算一啲普普通通嗰啲咧，有陣時都 OK 嘅。好多遊客專登就係食燒鵝嘅，係啊。好啦，菠蘿油第四位。係啊，蛋撻。第二位蛋撻，第三位係奶茶啦。香港杯奶茶真係好飲嘅。係啊，奶茶絕對係咧。凍熱奶茶，香港真係好飲嘅，你冇得傾嘅。第一位是雞蛋仔，是不是去到那麼強呢？我們不要，就是，但我真的不是想說什麼，那你的客過拿著這張東西，你明天見到，譬如金華為什麼那些菠蘿油都排滿了隊，一路燒到晚，跟著那些人不吃雞蛋仔，喂，那你中高級食肆怎麼行運？我覺得牛腩粉都要算是，咖喱魚蛋，雲吞麵都算是，你問我，是啊，當然啦，好啦。嗱，呢一個咧，我唔知係哗眾取寵定係點樣，我覺得亦都真係事實上有咁嘅人嘅，有嘅。但係係咪真係真係問心嗰句啊？我哋成日話女朋友做雞，接唔接受到？我覺得咧，好多男人係接受到嘅。你問我，真係有好多男人接受唔到，但係好多男人係接受到。嗯、第一，你真係夠中意啦。第二，即係有陣時唔好俾啲嘢，即係你可以咁諗噶嘛。每一個人都有佢嘅陰暗面。你話即係條女佢性慾強，出兩場，佢真係中意做雞三夫咯，好閪痕，係啊，有可能啊嘛。但係而家真係中意你，
佢真係愛你，甚至乎為你死都得，打你個家庭細務亦都好好。但係縱然係咁，佢偶爾唔係出去接客啊，佢原來真係性慾強，出去咁你點？即係等於你出去啫嘛？你點啊？你夠唔夠愛啊？又或者佢同你一齊之後，佢從一而終，使盡圓滑，埋街食井水，咁你又點先？嗱，但係我成日講過好多次啦，喺呢啲咁嘅結合入邊咧，最大嘅問題往往未必係男人啊，個女人啊，因為佢覺得你知道佢一切，所以你同佢一齊嘅時候咧，大家我唔知道有冇知唔知啊？我冇呢啲經驗啦。有陣時你明明同一個女人，啊、可能成日有書信來往來唔來，即係 WhatsApp 啊、WeChat 啊，突然間有一日，咦 WeChat 咦冇覆嘅，跟住要打電話冇此人，啊原來個電話空號，佢因為消失在人海啊。點解啊？因為佢真係想洗盡圓滑離開呢一個花花天地，佢可能翻鄉下 ，whatever 喺外國。找一個沒有人認識他的地方開始過，那他可以真的開始他的生活。你分兩隻的，一隻他之前做過是接受到，是現在再做就未必很多人接受到，是的。但是呢，這個就是這樣，所以我覺得之前再做接受的，其實多數反而我覺得是有人接受到的，也有人很多這些 case 也有人接受不到、okay? 你問我建不建議這些，沒有得建不建議的，你當其時你要棒打鴛鴦，他們都要在一起的，就由他們咯、啊、日後他們怎樣分的，他們自己選擇的命運。但是如果你老婆是繼續做的、啊、都有人接受到的，我相信一樣有的，即是拍四仔個老婆好像上次 Alice 說的，喂，他見到台灣人兩公婆一起來帶一小孩來，小孩在外面買，我老婆又會被人屌，沒問題的。不是，我覺得真的沒問題，男人的小孩不知道什麼事的嘛，他老婆覺得沒問題，沒問題咯。啊、好啦，咁但系呢啲訪問，即係老實講，我哋好特別嘅，即係譬如啊，好多女仔話拍 AV， 譬如話傳出呢個波多野結衣去接下呢個乜撚嘢咩少田遊，屌你老母退休接下，哇！跟住個個出嚟，屌你老母喊撚曬口，屌你力直力，屌你老母係澄清。屌你老母！我只不過乜乜乜，我點會接下？我係 A， 我唔係賣身噶，點點乜？哇，好撚強橫！咁我佢咁講，我哋咁聽啦，只能夠尊重佢哋啊。但你問我，屌你老母！大拍四仔吞精，屌中出，屌你老母！甚至乎屌你七十條撚射落精落個閪度，即係塊面度啊！係啊，咁都未夠啊！唔係啊，射仲要咁啦？唔係啊，咁都未夠勁啊！揾啲撚樣啊，啲執男啊，七十個。撈埋一杯啊！射落個盤度啊！嗰啲哦盤添啊，有杯裝曬嗰啲長方形嗰啲盤啊，然後揾個漏斗啊，屌你老母閪，插落去喺度，跟住咧將個盤啲蒸啊，嗰個盤好似我哋人哋整嗰啲咩大菜糕嗰啲咁啊，嗰啲盤啊，屌你老母灌落去喺度啊，係嘛？灌完之後就揾條大隻佬，好似我咁樣將個波刀嘢結衣，譬如一竇竇起去，即係竇起兩個大髀啊，咁啊兩個大髀一直漏曬出嚟咯，佢兩個大髀咪俾你咁樣咯，啊張開咯。啊、他就好撚嬌羞啦，然後咧，你有另外一條撚樣，叫你掹下去，俾啲力佢，刮一下，即係好似我哋咧吸水管咁啊！吸水管有陣時你崩，咦，屌你老母唔揾出嘅喎，我哋換魚缸，你啜一啜佢，即刻出嚟，咁咪你真係啜咗落套嘅喎 ，OK？ 你刮一刮佢，揾條撚嘅啫啫，跟住叫呜，咁又有支，再唔係咧淋到成面係又有支。用口就唔得啦，系啊，半口有，有人先倒落个杯度咁，系倒落个挤落喺个盘啊，倒落个杯度，屌你老母，仲好捻似，屌你老母閪，饮红酒咁样，揸住个杯喺度，坐下坐下，开始饮，饮完之后咧，唔系直吞啊，饮完之后就咁样，系啊，一时就俾你睇，系啊，坚噶，有啲白色晶喺度，然后。冇撚曬咁撚樣啊！屌你老母！喂，佢咁都拍得，但我唔會做雞啊！屌你老母，閪唔可以嘅。嗱，我甚至乎會保留法律追究權利。但係你問香港女仔咧，即係嗰陣時，我就係因為呢個問題啊，即係我哋上次訪問 Alice 咧，引起啊，我哋即係阿十三妹同阿十五妹討論啊，佢哋梗係一堅決話，梗係做雞啦。嗱，呢個就係唔同啦，你做雞冇人知啊嘛，即係起碼你會拍呢啲。你有曬腦症噶嘛啊！咁但係真係唔知啦。好啦，各位網友，點解我咁講咧？嗱，今日咧
有個台灣啊，應該嘅喜劇演員，嗱我唔知道識佢，係咪喺度夾埋搞鬼？係另外一件事啊。阿曾博恩，曾博恩喺個 YouTube 頻道去揾咗一對情侶上嚟做訪問。嗰個情侶咧，女嘅咧叫可愛 ，OK， 男嘅咧就是、Kelvin。咁原來可愛咧係做性工作者嘅，嗱我冇唔尊重嘅意思，但我覺得好翹口啊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做雞。咁啊，這個曾博恩咧就同阿 Kelvin 進行訪談。阿可愛話，即係個女仔話咧，佢同阿 Kelvin 交往四年幾，男朋友當初都係啲客嚟嘅，本身咧係男朋友係做音樂相關嘅工作，喺服務過程入邊認識進行交往，即係溝雞。OK， 阿博恩就對阿 Kelvin 提問啦：，喂，你追佢可愛嘅時候？是不是就已經認定這個人，還是有些懷疑，還是真的玩玩一下？ Kelvin 就說他當初就已經認定了是可愛了，但是在追到他之前呢就沒有再去消費了，即是說呢，因為我喜歡了他，以前我幫襯他，但我喜歡了他，我不會再幫襯他了，我要追到他了，我怎麼當他是雞人，好吧？他因為這樣呢就好像真的、就是、不尊重他。可愛也補充，佢話當初咧，佢都覺得 Kelvin 對佢好好啊，咁亦都感覺對佢好似幾有錢咁，先同佢去街咯。嗱，佢始終都係揾錢啊嘛，佢好現實嘅。咁啊，博恩咧就對於可愛工作量同埋收入都好好奇。可愛就話佢一個禮拜翻五日工，每日八個鐘，大概一個月係60萬，即係15萬港紙。咁一個禮拜五日工，咁一個月廿幾日，揾10幾萬可以揾7000-8000港紙一日啦。以台灣的指數，佢都可能佢我冇睇啲相，可能佢靚啦。如果唔係，佢都揾得幾好，應該就揾唔到啊。好啦，咁啊，阿博恩就問：過去有冇過呢咁嘅開放式戀愛經驗？即係開放式，即係多人關係。咁啊 ，Kelvin 就話咧冇過開放式嘅戀愛經驗。其實佢都話咪開放式戀愛咧，因為女朋友係做雞噶嘛，唔代表係同其他人戀愛啊嘛。佢話咧，佢同其實佢同阿可愛咧，同其他情侶一樣啊，會去街啦，穩定交往之後咧，亦都有計劃結婚嘅。佢話唔會因為可愛嘅職業有所唔同，不過目前就未去到即係話要結婚或者轉行嘅事情。咁啊，博恩就問啦：佢點解你咁開放咧？佢話佢因為阿 Kelvin 話佢因為佢思想一直係比較激進啊，比較左派。屌你老母！你唔好撚講啊！啲左派對人哋要求激進嘅啫，自己未必係嘅。不過自己搞人哋條女好地地，永遠都係噶啦。都話搞人老婆啊笑淫淫，淫人妻女啊笑呵呵，妻女被淫就又如何？就係成日咁樣咯。你如果能夠做到我淫人妻女笑呵呵，妻女被淫我嘅又一樣笑呵呵，咁你就有料。最弊唔撚係咧，你淫人妻女笑呵呵，妻女被淫人哋望下你條女，你又屌你望下你個女，屌到喊打喊散啦，你冚家產。好啦，阿 Kelvin 話。佢呢個行業係一個做功德嘅行業，可以協助喺生活上面唔順暢，或者社會角色上面唔係咁主流嘅人士，因為各種狀況都會造就唔開心嘅人出現喺個世界上面，佢哋可能真係需要去呢啲場所度消費嘅。我覺得能夠服務呢啲人係一個非常有福報嘅行為，我係真心相信呢件事。嗱，我唔知講緊真講假，但其實係真係講緊一個道理嚟嘅喎。老實講，冇呢個行業真係好撚大鑊嘅喎，呢個世界上。你有女朋友？有老婆喺度好地地，喂！屌你老母，咁你嗰啲單身寡佬咁點？但既然咁有福報，嗱，所以泰國人係相對接受啲女去做啲行，咁你又願唔願意俾呢個女去做咧？真係好撚奇妙啊！呢樣嘢 ，OK， 好，咁即係講真啦。如果自己個女真係去做，咁你可以，其實你咪係。介紹啲朋友幫襯佢咯，咁又未至於嚇、啊。但係你點啊？你係咪話真係趕佢出去，以後就唔撚理佢啊？係咪先？多諗住啦。好啦，西仔。